反正蓝绿两党嘛，到底第三势力有多大的空间？这也是在思考。至少如果郭台铭选总统的话，你抢攻国会来，就是组合家军来抢攻国会，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策略？目前台湾的立法院，你知道吗？反正蓝绿两党嘛，到底第三势力有多大的空间？这也是在思考。不过老实讲哦。啊，这是我们目前要去思考。其实还是这样的，如果有正常的两党政治，其实也不应该有问题的。就是问题就是，台湾就不正常啊，怎么办？所以不正常的国家要怎么导正？好问题，回去想想看。那您阻挡的可能性有没有现在比较高一些些呢？这还在想。